弟弟，你是觉得谁敲你会比较有信心？当然是秦霄贤了。对，好，这一轮交换的是王鹤棣和陈若瑄。哦，当我贴上的时候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同你恩断一个，恩断一个。这太快了，你忘的有点。蔡文静，你跟老秦换个位置呗。我要坐在这里。对。哎呦，哎呦。我同你恩断一个。